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哋城会社区教会嘅 live stream 啊，又到我哋每周 update 嘅时间啦。啊，唔知大家会唔会同我一样会谂，唔知今日星期系边个带 worship， 唱啲咩诗歌，讲到我讲完又系边个会讲啲乜嘢咧？谂下谂下，其实都几令人期待嘅、啊。其实除咗每个星期日嘅主日之外咧，我哋城会一路以嚟咧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教会活动啊，都系好值得令人期待嘅。我哋一齐嚟睇下今个星期有啲乜嘢 update 同埋节目。总有一样会啱你嘅，千祈唔好错过啦 ！Go！ 有关我哋圣诞联合崇拜嘅最新消息，经过我哋教牧同工同 Core Team 上星期嘅讨论之后咧，最后决定咗系会下星期日12月19日喺 UV 现场举行嘅。到时会有好听嘅音乐啊、诗歌啊、烛光啊，同埋圣诞嘅信息，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！有小朋友嘅都唔使担心噶、哦。都是同时间是会有儿童节目同步在106室那里进行的。在崇拜完结咗之后，大家可以用我们 Percy 设计的靓靓圣诞背景影相，一起玩一下 White Elephant 的抽礼物游戏。下星期时间一样是在10点钟开始，大家到时见啦。UV 会同去年一样，在12月31号除夕当晚有网上倒数的活动，欢迎芝加哥 UV 的弟兄姊妹一起参加。世界各地的朋友，虽然大家可能在不同的 time zone， 但如果你想预祝或者庆祝多一次的话，我们都一样咁欢迎你的。详情会下星期再公布。我们城会网台的马太福音新汉语译本全部28章的广东话视频制作已经圆满结束了。好多谢 Jasmine 帮我们录音啊，和后制团队的后制的。大家可以随时 click 入去我们 UV 的 channel 入面听和看。亦都欢迎大家 share 出去。啊，讲起马太福音，咁啱依家临近圣诞节，值得一提嘅就系 Mark Sir 喺上年疫情初期制作嘅圣地网上行讲道系列，第一集就系讲伯利恒，已经有超过10万个 view 啦。欢迎大家一齐去重温一下我哋救主耶稣基督降生嘅时候，伯利恒系点嘅啦。到咗奉献嘅时间，现场嘅弟兄姊妹可以将奉献放喺礼堂门口嘅奉献箱入边。网上的奉献大家可以用 PayPal 和 Sell， 亦都可以选择寄 check 过来以下的地址给我们教会的。中文崇拜之后就是我们丰富和有趣的儿童节目时间，鼓励大家一起陪你们的小朋友从小学习圣经和认识我们的神。11点半是英文崇拜，今天的讲员是 Mark Sir， 崇拜现场是有即时耳机传译的，由英文翻译到国语。中文崇拜后11点20分就有欢乐组合，今次是在 Zoom 上面举行的。而今个星期活动有星期三晚8点的祈祷会，星期五晚的职称团契，以及每个月一次的 Men's Group。今天是 Max 圣诞讲道系列，现在将时间交给他。